大家好，我是柯，今天来一个老朋友，大家猜一猜谁来呀？咦，老朋友，好吧，全羊出来，那个羊穿好了，把这个羊固定好了。啊，哥，快到了吗？快到了吗？哎，不用待了，哥，你过来就行。好，烤全羊，上炉子。哎，炉子也热了，烤全羊。加火就行了，盖上盖子，烤好两个小时就好了。哎，加火，加把火。你们猜猜吧，谁来呀？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来呀？我也不说了。这现在怎么抓羊呢？要不进去直接抓吧，抓哪只就算哪只。行，那也行，那都行，那进去算抓吧。看吧，那随便抓了啊，我先抓一个。哎，哎，我抓着一个了。这黑豆羊啊，哎呀，现在不行，抓一只就立了，行了，抓，再抓一个，快，再抓两个，哎，好好好，行，谢谢谢谢。喂，那你能逼动我吗？来，哥几个，来一口。啊，这也喝一天了。啊啊啊！哦，哎呀，这喝的也差不多了，你请了，老板，我们走吧。我们现在该走了，啊！对对，杯中酒还没喝好，喝完呢。哎，好，杯中酒啊！来来，好好好，干了干了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杯中酒啊！啊，这回醉啊！现在不能喝了，可不能喝了，这酒都不喝了。再喝再喝，哎呦，把那个瓶子喝完了。哎，不，嘻嘻，喝了好几瓶了都。坐坐坐，太好太好，一口一口一口。啊、今天哥喝高兴了，我都我们高兴我都好长时间就没喝酒。明天后天有空过来啊。嗯，好，有空再过来。慢点走啊！啊，走了，开车了啊！好，慢点，兄弟。哎，好。啊，待会儿，待会儿。不带了，兄弟，谢谢啊，可得谢谢兄弟啊。天天吃恩可哥的，今天必须得吃俺徒弟俩。啊，就是，谢谢兄弟。喂，那你能逼动我吗？别不是，别动啊！那还能？别动，走。哥，你笑啥呢？我这看那个粉丝干嘛溜的花，现在粉丝也都突破280万了。啊。哥，咱们现在正有这么多粉丝了，该庆祝一下了吧？庆祝到我自己庆祝都无所谓，咱粉丝们怎么能啥呀？那怎么庆祝？让他们高兴高兴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咱们抓羊吧。哎，这可以。
我都不怎么爱吃羊肉，是吧？这小羊要下柠檬粉丝吧？对，行，抓羊吧。哥，你现在别吃了，咱们去抓羊吧。走，行，你把这抓好了，快快快，快走吧。你走走，来，走。大家好，我是恩科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肉肠和肚包肉。这肉肠呢正好一斤，这个肚包肉六个是正好一斤啊，七八个一斤的还有呢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是花肚，这是毛肚，跟这个一样，不带花的还这种的还有，这各种各样的都有，割点干姜，然后割点松，稍微割点心眼，然后就能喝个汤，然后就能吃了。先生，先把这个肉肠捞出来。肉串烧好了，肚包肉再煮上四十分钟就差不多了。哇，这汤真好！我们的肚包肉也快好了，咱们的肚包肉也吃着。哎呀，这开得好！好吃的肚包肉啊，行，吃肚包肉啊，啊，好热。大家好，我是恩科，我八号我在直播间里面给粉丝们抓羊，大家可以八号哦，八号，那我要圈羊去了，今天看看羊，嘿，哎呀，没打着，对吧？哎，好了。哎，那儿呢？羊啊，那好。这是我们家的羊，哎，一见我就跑的厉害，还把我吃了啊！哈哈，赶回家再说啊。摔俩骆驼，待会儿今天吃骆驼？不，这是那个咱们那啥，再喂两天。不是那个冬天那块儿，冬天宰，一个是在吃，然后那个留着春天宰。不是，啊，那就快问过来啊，骑骆驼也啥呀？啊，有骑的，我以为要给哥宰骆驼吃。20来天，宰骆驼前给哥打个电话，更告诉哥一声，哥过来帮你干点活啥的。行。吃点，来，给这刀。哎，不，搁这专业吃肉，都带刀，那自己带的吗？对，喝啤酒带起子，吃肉带刀，这都得讲究人。哎呀，哥你是，哎呀，太聪明了。兄弟，咱中午就吃这个。就是中午吃的炒点这个芹菜吧。那芹菜我是不是给你拿的，兄弟？啊，你得开玩笑的。咋的？中午吃烤全羊。啊，烤全羊，少吃点。烤全羊还行，那哥我吃别的都咳嗽，那这回少吃点吧，到时候中午吃全羊，兄弟。啊，一会中午。芹菜哥给你带的，你吃点芹菜。啊，我吃别的都咳嗽。是。安哥老弟。哎。安哥兄弟。哎，王哥。王哥来了。安哥老弟。哎，王哥啊，你咋就明白了？哥，我听说你现在生活有所提高了，跟我来看看。来，哎呀，包都换大个了吧？哎，不错，哥，听说你这最近不错，哥给你带点芹菜啊，连墙锅的都拿上了。哎、没啥、啊，
以后我常吃啊，你多吃点肉。哎呀，兄弟，不错啊，说的这肉来点奶茶喝先。先喝点奶茶。大家好，我是柯，八号我就直播间里面给粉丝们抓羊，然后兄弟，哥，那咱们抓多少只羊？我喝多少算多少啊？先这样吧。大姐，你去吃年糕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柯，今天是我牵着骆驼，现在是80斤了，现在是在我家做客的朋友王能骑这个骆驼，这是我们家的骆驼啊，然后给大家说个事啊，今天晚上啊，今天我直播呀，直播间里面给粉丝们抓羊。可以进我的直播间啊！看好了，不料了，有一块麻醉医生。大家好，我是柯，粉丝们好啊！最近我的粉丝涨得真快，每个段都上热门。今天我给大家说，20只羊，一会儿我就直播间里面，我电就电着了啊！等我啊，等我，一会儿来必须来啊。